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我是节目主持人何中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位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，总部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欢迎您听了节目能来信告诉我收听的感想。下面就请您聆听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。听众朋友您好，谢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陈光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悔改的果子。在路加福音第三章八节这样的说，